欧鸿链被派驻到了尼加拉瓜、阿根廷以及瓜地马拉等等西语系的国家，与慈济的渊源也不浅。在担任瓜地马拉大使的期间呢，相当支持慈济的国际援助。去年还分享了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外交工作是这么的辛苦。不过他呢，还是在45年的外交生涯中克服困境，完成政府给他的使命。如今因病，于是长辞，也感念他为台湾外交的奉献。